昨天晚上我们有来做，不是昨天了咯。我们在今天了没？不要生气，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带我们大家走走吧。发生什么事？大海，我们来了 ！Hello， 今天发生什么事？耶！ Yeah, 今天我们来到了丹中山，我们来到了丹中山，嗨卡。耶、我们来到了丹中山，然后呢明天还有时间都是两集呀，就有两集了。 Many months later， 我们又来到了丹中山，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会分享我们在这两天一夜呢在丹中山的吃喝玩乐。耶、OK 啦，那就废话不多说，跟我们一起去吧。我们现在走路去海角食堂去吃午餐，跟我们走。叮，耶，海角食堂。美耶，这个用饼干做成的窝。耶、yeah, ！我们现在去玉发咖啡贸易。我们从海角食堂走了，一下子就到了这个咖啡馆。耶、yeah, ！买了这一个咖啡包给爸爸妈妈，他们喜欢喝这种传统的咖啡。耶、著名的那个梅梅沙雷果汁在这边，然后对面就是卖宝的，还有杏面包在这边，噔噔噔，所以可以一起来哦。
们在这个丹中十八手工海面烧面烧包。我感觉你买了什么？买了很多包。买了什么包？给当他买，我们这种是用粉做的，所以变成它一定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就化掉。全都是用什么粉做的？薯粉。然后加班蛋液，全部都班蛋液打。所以你，我不知道工厂他们是用什么可以顶这样久啦。你们自己吃的，所以它不会放到冰好，它会变成好像，它会变硬。我们吃外面的全都是 ABC， 不是，只是一放下去它是软的，但是不过你可以看，就是这个硬硬的，小小硬硬的，你自己吃知道了。那种就会变硬，这种就不会。那一口也是自己煮的，那里有自己煮。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慈明野可千堆，来尝试一下，就是不同的冰啦。这边一定要来，因为全部东西都是他自己做的。尤其是你们有没有吃过新鲜的煎多，有没有吃过新鲜的芋头，还有新鲜的红豆，这些全部都是他自己老板娘自己做的，非常的好吃。所以你来到丹中十八一定要来吃这个煎堆，尤其是天气降热的时候最适合如此。你看我们全部人都流汗，然后这边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用椰壳来装他的煎堆，非常的有特色，推荐推荐推荐。刚才我们问老板为什么要用椰壳，他讲他没有钱买完，所以只好用椰壳。那我们来听一下他讲说，为什么你用椰壳的？你有钱买完哦。没有啦，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用新鲜的椰浆，所以我看到好像用那个椰浆，那个椰壳就叫停留在那边。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来装的话，是比较特别的。我就自己来装的，我们用一把用这个来先试看啦，然后第一个东西，然后而且椰壳有一点椰香味的。有椰香味的。OK。现在是只有我们这一组人，然后现在很安静，然后现在退潮了。你现在应该是各位，等下我们maybe 海翔会开一些东西，然后现在只有我们这组人，然后我们有点害怕没有人来。所以今天星期五没什么人来了。耶、yeah！ 哦，你看有老鹰。
水鬼许愿，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可以出国。口音没有了，口音没有了。这个很特别的铁板藕煎耶、我们开动啦。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带大家去走走吧，情人桥。开箱的。